礼拜六啊，我刚好睡到四点多的时候，我儿子突然大声叫起来：“地震！地震！好大的地震！”让我联想到三一地震，防天灾保平安。修这门课，教导你如何选择耐震房屋，教导你如何解读台风专业气象报告，教导你如何预防山坡地灾害。技师选修这门课就可以线上选修，通过评量之后可以得到技师换照认证。另外，公务人员我们也邀请政府部门给我们课程的大纲的修订，来符合公务人员积分的认证。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达到减低人事训练的成本？在这个岁末年初，希望大家一起来选修防天灾保平安，祝大家羊年洋洋得意，全家过年快乐平安。一直觉得念土木工程出身的我，应该把现场所发生的灾难以及地震、台风、老天给我们的教训，具体灾害的原因，把它变成这一门课的主要课程的精髓，来分享给所有修这一门课的普罗大众。